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萨，感恩卢金红台长恩师。师父你好。看女儿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2007年属猪的。他从自闭。他从出生以来，智商同跟他的同年的小孩子发育迟缓。他非常麻烦的，他现在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猪。你们家族当中有没有人杀猪的？在农村有吗？有师父。有。我告诉你，在他身上猪的灵性啊很厉害的，整天拱啊。你要叫这个孩子要当心的，赶快给他小房子。先念76章，76章之后还要念180章，180章之后再看一看，不行的话还要430章。好的，记下来。好的师父。往生咒每天要念49遍。好的。礼佛要念5遍一天，帮着孩子。好的。这孩子现在不单单智商问题啊，身体上的行为都是很怪的。听得懂吗？他的手脚很慢的咯。手脚很慢。我问你，猪走路慢不啦？他的呼吸很大声。什么？呼吸很大声。对啦。现在知道不啦？那他的心脏有没有问题，师父？心脏啊。几几年属什么？2007年属猪的。看见了吗？他拜佛了，你看了。属猪啊。你看，要命了。心脏有一些揪啊，他这个心脏在这个位置啊，发育有点不全呐、有黑点呐、他有杂音啊，你叫医生去看心脏病的医生。去听好了。有看过了，有看过了。心脏有杂音。有从出生时候有看过了。说他心脏有问题不啦？不是心脏哦，他是说有一条管没有关，然后有帮他塞了一粒东西在里面，所以他说做好了。做好了，没做好。没做好啊。都有一直去检查呀、他说都没问题哦。不好。好的，那我们去检查。好的。以后长大的话，这颗东西会移动的。现在已经长在肉上了，我看见了，这个东西不是太好，非常的狭小，这管子啊，你要叫他当心啊。他是他的爸爸是不啦？是的。你叫他爸爸好好相信啊，他爸爸修的还不够认真啊。就刚刚修不久了。明白了吗？好的，感恩师父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孩子现在几岁啊？10岁了。不好好修的话，4年之后一个节，4月份会走人的。4年之后。好的。你相信不相信台长爷爷啊？对。看看台长爷爷身上有没有菩萨？对，卢台长爷爷。你好。看见菩萨吗？喂。看见菩萨吗？有没有菩萨？等我一下。有光吗？有啊，就是我在那边写下的时候。看看是哪个菩萨？10岁了。我念着前面的心经。心经嘛，观世音菩萨。他身上这个猪的灵性啊很可怜的，是文的不是武的。如果有个猴子在他身上，他整天在房间里跳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个猪，他不是跟你们找很多麻烦，他
啊，整天呢找东西吃，他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是的。请问师父，他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？2800。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家里稍微打扫干净一点，好吧？家里进门的左面，墙角这个地方。啊、那很脏，那边是放鞋的，走进来都经常有那个脚印。左面啊，在过去一点点，挂了一个东西，这个上面有灵性。哦，那边是镜子哦，镜子，镜子后面就躲了一个鬼。赶快拿掉。好好好。好吧。嗯。吃素了没有啊？我是吃全素的。孩子呢？没有。孩子的眼睛有弱视，看不远的。他眼睛啊，弱视很厉害的。是的，是的，相当。因为知道为什么不啦？知道为什么不啦？不知道。猪能看到多远呢？哦。明白了吗？好的。这个灵性一定要把它念掉。他就好了，那他就是一个这个灵性在身上了，就这个蛮厉害的。我想他可能这个灵性的猪，而且当时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，所以杀掉的时候他非常的气愤，誓愿到他们家来报仇的，到你们家来，而且会花你们家很多钱。是的。他的爸爸过去赚不少钱，但是他出来之后就开始花钱了。是的。还没出来之前就在妈妈肚子里已经开始花钱了，就是说生出来之前你已经有很多妇科不好了。哦，听得懂吗？是的。好好念经了。好啦。哎，感恩师父。好吧，三个人一起念，孩子会好起来的，好吧？让孩子也念。有孩子，这个猪嘛，把它以后超度掉嘛，就好了呀。明白了吗？有，他自己有念大悲咒、心经，还有七佛灭罪真言。他过去讲话都讲不清楚的。对的，我念了经之后，念了经之后，现在才能讲几句话了。是过去讲话是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师父。好啦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。好啦。